来外地参加朋友婚礼，错把我和伴娘安排在一间房，结果你这房开都开了，咱俩都坐着是不是挺浪费的？干啥去啊？我那啥，我那个渴了，我想下楼买瓶水。啊，渴了，那没事，你不用下去，我订点呗。不，我那啥，我渴的有点厉害，我就下楼买就喝就好了。啊，渴的厉害，那我这也有，你喝这个吧。啊？你喝这个吧。喝这个不对，不对吧？它不解渴啊，它。啊。是吗？这那还有啥？我这是啥呀？啤酒啊，这个啊，这个XXL 的啊，我喝这水吧，行吗？要不你别喝那要不？不是喝水，它解渴啊，对不？你确定吗？你就是想喝这个？啊。你酒精过敏不？酒精。不过敏呢，不过敏这水有点撒嘴呢。你热不？感觉这屋。你怎么了？那个，我平时吧，我好喝点儿。完了之后，我怕别人一看，哎，这小姑娘这么爱喝酒呢。完了，再寻思我是酒蒙子。不是，你不是说这个干啥？就是想喝点儿啊。不是，我跟你实话实说。你那个瓶里装的是酒，我瓶不是那酒瓶里装的是啥？是水啊？酒瓶里装的也是啤酒，就是它那个盖起不开，它我把这个开它就关不上了，我就那所以我这瓶里装的是白酒，50多度的。不是你天天。你带两种酒出门，就这么好喝呀？嗯，